白痴。要不然你选台北市长好了，好吧？新北市市长。Ring 820606，欢迎你新朋友。这可以吃吗？吃啊，这边东西全都可以吃，那应该都粉丝送的啦。没什么胃口吃。当时 TPA 最好是谁？球球啊，球球从国外回来，虽然他的英文都是不正经的英文啊。他英文，我记得他都会乱教，我忘记他教什么了，什么 I don't give a shit， no fucking nigger， 很类似这些吧。啊，林北又练台啦！问卦摸石有收藏 B B X 摸石的本本吗？哥萨尔哥摸？没有没有那个本，那个本估计是在慧轩的，就 B B R 女朋友的，我记得了，因为那时候。B B 跟他女朋友算是在一起很久了，挺久的。就以一个职业选手来说，那时候什么时候啊？那时候我到 S 的时候吧。然后那时候就粉丝画那个本啊，对吧、啊？基本我是不忍看啊，因为我没有这个兴趣。等一下，对啊，然后。Q10189 六个月，谢谢。然后好像就是粉丝送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拿给慧轩吧，拿给他女朋友。敏感话题，Y65070245 个月，谢谢。现在还在一起吗？估计还在吧，你可以下次问他。博威就是博威，博威很少换啊。打 AD 的通常都蛮专情的，哎，不对，哈尼尔，我怎么记得他不是打 jungle 的啊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他如果不是打 jungle， 飘飘飘不会让啊。那最恶心的，他看到蜘蛛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放到嘴巴里面。真的假的？他把蜘蛛吃了。他放到嘴巴里面以后，再把它吐出来，然后蜘蛛继续爬走，所以蜘蛛死了吗？最后被我杀掉了。被你杀掉了。被我杀掉了。哦。大只蜘蛛还是小只蜘蛛啊？然后那天狩猎失败，他就跟着狩猎。一开始是先发现的，先把它放嘴巴里面，还露出底子。他在那个大只的还是小只的、啊？这么大只。哦，就我们平常会看到那种赛事吗？啊，林北又练台啦！对，他咬进去的时候，他在单身很久，脚在外面。我靠北啊！他就把它吐出来，让那只就继续跑。这个将这个 AD 傻逼是不是啊？那技能快好了，打你个头！是啦，是蛮久的啦，不否认。Love， 谢谢订阅。
JSYF 谢订阅。飘飘飘来哦！啊，你这个西巴路嘛！啊，GG，应该是不会死啊！啊，死了！啊！哎，想一下要出什么？没道理输哦。他刚刚有闪不没那个什么，不是有闪没交啊，是那个刚那个 combo fail 的时候，他应该要拉一下位置啊。我操哎，他怎么乱吃啊？疑似开局，投在谁身上啊？我操，被打歪啦！直接五速血上啊！哎、欸，你老实嘞，干！妈，突然被点燃。就死了，会被惨虐。就其实打到后期团战，我们真的是比较强。谢谢订阅 ，Team 3Q 886。崔莎，那我记得这个版本被稍微动过了，是吗？
就没那么强。好、哦，我应该卡到兵哦，他应该没清那么快，这个 AD 没魔，卡到兵下一波、嗯，他好像不敢拆，因为他 AD 状况不好。飙上去啊！哇，中上大崩啊、上路特崩，崩到歪头。叫闪。在上，去哦，被看到了，等于说他后面有眼。哇！怎么掉上去？干！干！怎么掉上去啊？哇！我怎么掉上去啊？GG，这样应该走远了。三下，阿林北就练财了。中上大崩，上路特崩，摸屎特坑。哎，真是没救啦！这猎人妖姬真是挺废的，别买了，感觉买水都比较实在。没救，视野都被抢死，然后中野都弱势。
谢订阅00014889，好，这张应该是20头啦，啾啾。刘玲，谢谢。悠悠 Harry， 谢谢。啾！又是我啊！妈的！去！普攻他，普攻，垃圾耶！这个，我干，太痛了吧！刚一个斧头要400吧，300、350、400。啊，死去！
哦，感觉差一点。啊，失去。哦，感觉追得到哎、欸。你可以咬我啊，但是我靠背啊，他妈按到了。看我滑鼠灵敏度对还是不对啊？嗨，个人觉得八级就够快锐啊。76秒，为什么是76？7B25，我们需要再3个 ace。我操嘞！我他妈救都救不到他。哇，救不了你欸，不会又是我吧？快救你一命！GG。GG。Yeah.